特朗普唔 like CNN 就系人都知噶啦。今次仲恶搞新意思，喺网上面 upload 咗条短片，开拖打 CNN， 仲加个 FNN 嘅标签添。其实特朗普闹 CNN 系假新闻，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早在他当选后的第一个记者会，连提问的机会都不给 CNN 的记者，还闹对方写假新闻。之后又多次在 Twitter 上铺文，说 CNN 等美国的媒体都是假新闻。The fake media tried to stop us from going to the White House, but I'm president and they're not.